对啊，石头上它站在那里啊。然后上面不是可以对，哎，所以底下这是它哪时候飞回来？在抓头的抓搔痒的这只有没有？对，上面。对对对，上面那只就是其实成鸟经常会站的位置，我现在拍的。然后底下的那个是早上一直站的位置，所以它哪时候飞过去的我没注意。那太混乱了，但是有拍到，但是背光没关系，影片有拍到。三只在那飞的时候，它就怎么脚不在头顶的时候比较不热，太阳在斜射的时候那种就比较晒。那两只大的都不在了，那两只小的。